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客人喜欢看到更暴力一点。好那个，好一致。你看，老师听不下去了。都长得一样。又是一家没有招牌的店。不可能在这里啦！奇怪了。能开了。对，是推推工作室的工作室。你看是不是单号？好吧，不是，那就直接开场啊！最后是在享受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艾瑞克。这一次来到的是推推工作室。对，如开头，是不是找的有点？是不是美？你是说老师美还是？招牌。招牌暂时藏起来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很酷，没关系，就隐藏的最好。隐藏店家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还有是冰的毛巾，如果你觉得会热的话，可以稍微试一下，所以我会比较舒服。哇，冰的，哇，是不是很贴心？哇，好爽哦！哇，这个天气。我们还有加一些精油，可以让你比较舒服一些。那我们等一下等汗比较干的时候，再开始我们的课程和服务。你们觉得刚才在外面找地方的火气都不见了？我是对你有火气，对这家店没有火气。我刚才有听说今天老师要对你做的方式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对，他等一下会对你进行身体评估。评估好，那我们到底没评估好？好，没有问题。对，你平常怎么运动习惯？伏地挺身的比较基本的，仰卧起坐伏地挺身。那有做有氧的吗？夏天的时候有去，就是海边游泳，海边然后跑步慢跑的。针对你的两个训练的话，主要就是一样，其实蛮简单的啦，上半身下半身。那你仰卧起坐做比较多，可能肩膀和胸会比较紧，是对。但你平常工作会常常是坐着打字的吗？对。好，那这样也会影响到你的上半身的胸部。那胸部的话，因为大部分人用指压胸部的话，疼痛感会非常高。那我们比较主张舒缓一点的方式，所以会用油压帮你做上半身，那下半身会从指压开始进行这样子。对，那大概就是一半一半是。那会先帮你做一下整体的放松，然后再以下半身为主。听到了，你刚刚是不是在想老师对你是非常的温柔啊？对啊，这个听到一下就。你觉得老师练那么壮是练假的吗？普遍温柔，普遍温柔。但是都没有这些问题。哇，他是累积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累积。很棒吗？一开场就针对你的臀部疯狂输出，这边应该都是酸而已啦，应该没什么痛。你觉得有实际痛感的，应该是在侧边，就是不管是现在比较有这个好的机车，然后我其实今天会比较紧张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地方特别。哇塞！老师听不下去了。这个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做筋膜化那种的时候，会用这样的手法去推动。对，但这个是帮你滑动更深层的筋膜。我知道，特别的，而且一开始下拳像打的，就是专业。哇！会动到的筋膜就是梁柱体上方的筋膜，是不是？它的外层的这个时候
要问艾瑞克喜欢吗？叫出来！我们一般不会把声音拉到，希望叫出来，是因为你身体要去放松，要去接受这个环境。老师，他最近压力有点大。老师说你会那么痛，夜暴雨，夜暴雨，当时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都不放松。老师不要介意，他很长的按一按，然后他整个半身都已经离开床。但老师，如果他你在按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往反方向去跑的话，是不是他的身体会更紧？老师说他比较处理比较好，所以我基本上看到客人很痛，我会手力。哦，对，我不希望我按了下半身，就他上半身又很紧绷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最后会带一个舒压的、有压的原因就是在这边，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客人喜欢按到很。哦，大部分都这么变态。我觉得台湾人蛮爱的。对，因为如果是欧美的客人和日本的客人，他们不太喜欢他弄得很恐怖。你要学的控制肌肉。哦。然后慢慢来，我不想把你当成。换另外一边呢？那我们有时候两边手法不一定会一样。对，我是心情流派的，就是没有一套标准的，有一个大概的原理在。但是如果我今天突然磨到我这边好像比较紧，就要花比较多时间，或是换一个手法这样。这边是酸吗？没有，这边太菜筋很低，我是压下去。哦，一开始刺痛感。然后刚刚的第一个点跟第三个点是按下去的时候，从刺痛感，然后到痛，然后再到酸这样子。你已经快按成筋了你。对啊，他蛮厉害的。你干嘛跟床来一个爱的抱抱呢？你有没有想落床的感受？在你这边就有快比较近，真的，就我好像一直很多说，但是有空还是要自己放松一下。全面，你说我要把它整个按开吗？对，如果是今天不惜代价做的话，就是不管会不会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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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通常会用油啦，但没关系，指压也可以。因为他们会先，我们基本上是这会纵向横向的交错，那横向的力量会比较大，所以通常会先用纵向去先让它放松。纵向是来看一下，纵向其实就是直的嘛，就是我们不针对小范围，是大范围的，因为这个就像你受力点越小会越痛。嗯，对，先基本上比较像是，跟客人讲说你先准备好了，你现在来了那种感觉。来吧，然后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小范围加力道。哦，也不是什么很提花的手法，因为其实手法就是来来去去都是那样，就是你要知道，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，位置到底在哪里就好。我一直发现一件事情，老师的律动好那个，好一致，奇怪，对，每个师傅会有自己的律动。感觉以前是老师有学过跳舞之类的，没有啦，真的没有，只是习惯一个，主要是你要让客人习惯这个，就是你不能忽强忽弱，忽强忽弱，客人会被你搞混乱。因为我们的主旨其实是舒缓的放松，稳定的律动，然后律动的速度其实跟心跳有关。哦、oh. ，对，那可以让客人比较舒服，但他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例外了，已经没有差太多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，跟心跳的律动有关。
简单来说，你的频率跟音乐一样，你的频率比你的心跳慢，你会比较想睡觉。嗯，白话来讲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这个部位最后一下。现在还是再帮你放一下唇罩。深呼吸啊。前侧那就是右侧比较紧哦。你有给人家按过前侧的腿？好像还没。好。哇。那我。老师要当第一个吗？我等下可以稍微按一下，但我怕他受不了，因为他现在前侧感觉很紧。我先让你感受一下按前侧，真的没有按过前侧的，很简单啊，跟刚刚的手法会一样。可是往下点，我能感觉到爽。太快了吧！你的身体反应真的越来越快。你的手要干嘛？那你有可能是因为出力的方式啊，对，也没有到不对啊，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习惯。然后先从胸开始，然后手臂、三角肌，最后是核心。胸最痛的位置在这里，所以你先不用紧张。我是侧边感觉到酸。一般啦，因为你这边连，因为你是做那个浮力挺身，所以你的真正的痛点还没到。感觉他在憋气喽。吐气吐气，不要憋不要憋，正可以的话正常呼吸。应该很痛。刚刚有种肚子的感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你太出太多力了。这边算是伸展的一种，但它不是单纯伸展的一种。对，会痒吗？痛！有人这边会痒吗？那我蛮多人的吧。可以吗？还在一边，加油！他怎么样？已经斜掉。但他的表情一点都感觉不到小屁。这边肌肉因为真的自己很难放松，所以我们通常只要客人来的话，会花一段时间帮他放。觉得过不去就不要硬过哦，不然你会听到啪一声嘛。
这个是真的痛。它那边其实就是有一块肌肉，如果你的宽的活动、宽胯活动度不好，那边就会很痛。啊！这里怎么这么痛啊？很明显哦，里面那一块，对不对？我操！这怎么哇！等下没拿东西抽，哇！啊！相信最后一次再见。把你做成要恐怖垃圾。休息一下，他们用的油其实蛮好的，所以用完皮肤会很过敏。啊，我们有特约女师，就是如果女客人真的想要做身体的油压的话是有的，但必须比较难约，因为要等我们特约的那个女师傅有办法上班。对，那一般女客人来要油压的话，就是手脚。对我们的手法比较，男生喜欢更暴力一点点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特别。你很烂呢、欸，你每一家都给我这样讲。好，我这次我真的要细问，来怎么个特别法？我觉得他的手法是，我觉得有一点很棒的就是。这应该是目前为止吧，唯一一个老师是没有听你的话，怎么全力给我吹下去？我觉得老师太棒了，因为他真的是力道拿捏的，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恰到好处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是要说铁汉柔情吗？就是他做的手法是真的很细、很细腻，而且你很明显感觉得到他在感受你身上的肌肉给他的回馈。或者是你给他的那种疼痛感，他感觉得出来，然后去调整他的力道，原本可能会痛的地方，他就会让你变成哦有在放松，有在释放的酸感，但是不至于到真的很痛，很适合怕痛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跟老师去形容自己身体的感觉的人了。这一次他有做到正面，也蛮特别的，因为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做到正面的店家，这一点真的。是蛮特别的地方啊，那搞不好每一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，很值得持续的来这家店做保养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想看我们介绍更多的按摩或者是推拿店家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第一时间的通知哦。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